银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C 房主明，欢迎收听这一集银河星 VJ。 那我是在这边推荐我的第一张专辑《乱》的其中一首歌，叫做《假动作》。那《假动作》其实不太关我事的，也不是我写，也不是我做的，只是我唱。那但是我在专辑里面有18首，里面有16首都是我写跟我做的，跟都是都有关于我就对了，但是这两首就不是，这首是其中一首哦，我的那个假动作，对，是小韩老师写的，也是那个黄韵仁作曲的，是一首蛮好听的一首情歌，因为我没什么爱情最近，所以写不出来，但是也希望它能够打动到你的心，假动作。不是他在眼前对你的爱恋，我想爱你的心将持续冬眠，梦被叫醒如何能疏远。要不是你在耳边对我吐真言，我想我会怎样和你没关联，从此连见到你的脸也能免则免。我明白直觉会因为视觉听觉触觉产生错觉，于是要你误解也不要你了解，挥挥手只是假动作掩饰我深爱过的线索，不该无力剥夺该你的幸福结果，就算冷漠是假动作没有错，我背负心碎藏躲，独自人海漂泊，为的只是要你能忘了我。要不是我开始在深陷的边缘，没想到那么快就必须弃权，可是所有的可能不允许深一点。我明白直觉会因为视觉听觉触觉产生错觉，于是要你误解也不要你了解，挥挥手只是假动作掩饰我深爱过的线索，不该无力剥夺该你的幸福结果，就算冷漠是假动作没有错，我背负心碎藏躲，独自人海漂泊，为的只是要你能忘了我。让人经不起流言的挑拨，感情一直脆弱，人的骨子里难免有许多痛和不妥，尽量躲过才能好好生活。挥挥手只是放开你，只是假动作。